靠的了，出是不是上瘾了？垃圾，真是垃圾。 盒子可能在那边哦。妈的，这盒子，这盒子也就是我能看到了。完了，毁灭没了，毁灭被包围了。杀他！ 滑滑滑！不早说，钉子头戴猪头很恶心，那我今天就来感受一下，好吧？ 砸我！里面没了呀！那盒子我估计又还是在那个位置。 哎，我这把要是带插刀了，插刀已经叠炸了，我操！真的，我这把带插刀，插刀已经叠炸了，没碰到血祭品一样，六层了已经。承认啊，这个天灾钩子加那个是挺恶心的，天灾加猪头，然后再带个这个屌东西。 那盒子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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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盒子直接开了是吧？这样是直接就开盒子了啊！这个小黑妹，哦，直接开盒子这样子。所有人都在打转，所有人都在打转转。 直接给干没了！我操，这些人不是在救人，就是在救人的路上，还有开盒子的路上，在黑面还要死了！嗨！嗨！ 天灾钩子，哎，天灾比心经好用啊！这种玩法，大一下不用管，它自己倒退，也不用去踢，这样掉百分比变少了。
其实说实话，还是遛鬼的人没拖住时间，知道吗？只要遛鬼的人能稍微多遛一会儿，拖住时间，那队友自然能干事了。 不是，那个公子预判其实将错就错，就刚好不小心飞到上面去了，然后那个上面刚好就是他拐进来的那个门。这个图找盒子还是挺好找的，声音好听，一下就听到了，感觉。 Come on.